喂，小朋友，食乜嘢？叉烧冇叉烧啊？烧肉我奶啊？烧鹅都冇啊？叉油鸡奶啊？叉烧都冇。咁叫烧肉我奶啊？冇烧鹅啊？咁叫叉油鸡奶啊？冇叉烧啊？咁叫鸡我奶？冇烧鹅啊？咁叫叉切鸡奶啊？ 人哋都話冇叉燒同冇燒鵝咯，即使嗰啲商品都冇㗎啦。哦，冇嗰啲商品，淨係要切雞奶啊！冇泥粉。唔緊要叉燒米啊，都話冇叉燒。燒鵝奶，都話冇叉燒。燒鵝奶，冇燒鵝啊！叉油雞啊！泳師啊，你大學生。 你教下呢个小朋友点啊？你啲嘢做得唔信心啊？咁梗系啦，话晒我都系 BBQ 一级荣誉学生嚟噶嘛？家阵只斩鸡，连饭都冇得我滗。你咁中意 BBQ 系嘛？咁你同我入嚟。 好多小动物啊！我当年同你咁嘅年纪嘅时候，太多咁多可爱嘅小动物，咪同你一样咁兴奋。不过做下一日，做下一日，日日都系烧味卤味，开工系卤味，放工都系卤味，开烤卤味，卖烤卤味。卤味咪卤味咯。 你唔系老尾啊，都唔知老尾咁老尾。其实我谂过，如果我做斋嘅，面对粉丝、饭局、豆腐泡，应该几 happy 啦。咁你点解要自己唔煮斋老尾咧？斋老尾？你有老尾老尾咁，但系又唔想变斋，咁咪斋老尾咯。吓，斋都可以做老尾咩？梗得。真系，而家先至斋老尾啊，喷 party 啊！ 行啦，我哋而家就住斋老尾。斋老尾，斋老尾，散发着浓。